厂商送来遐个料，甲咱公司想要滴料是完全无共款的。敢是哦，世界集团偷工减料？莫管因阿叔，麻烦你，这批一定要亲手交当处理。检举谢代志哦，千万要压落来。你哪会当做出这样垃圾的代志？你安尼甲交警有啥物法共款？你敢要紧？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做你甲哥讲啦。莫伊做掉一件无应该做的代志。三立台湾台二十九频道泡蛙箱。我看吼，厂商送来遐个料，甲咱公司想要滴料是完全无同款。敢会是哦，世界集团故意想要偷工减料？麻烦你看卖。妈，你看这张批，伊的用字遣词、甲讲话口气，甲大遐足像的。所以你讲，这张检举信是寄明家来。当你若无要听王主任调动，家己想要下班就下班。要过年啊，公司业务量足大个，我嘛无法度继续用你啊，你当去人事部啊。敢当拜托你，你莫拄着人就甲阮讲，你是我的女朋友啊。你明仔摕张过去，咱两个斗阵拍的相片，就讲你要嫁互我。哎，拜托，我是失去记忆，我毋是失去脑力的。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为江头一边哦，把这个临时工找出来啦。我一定要知影伊是啥物人啦。那是有什么线索，随时给我汇报。是。这么严重的代志，不可能嘛，不应该阮妈讲。恁哪会当为着要达成董事会对个的要求，被主管做出偷工减料这款代志？你安尼跟江红姐有啥物话同款？你给我丢去！啊好啊，你这个臭肥囡仔，我绝对要让你知影我实力到倒位。豆腐先生哦，我绝对要抢到手啦，我要试看卖。Thank you.